来得好啊，赶快杀了他们。王德信伏法吧。霍元甲，你居然能闯过我设下的天罗地网活到现在，的确让人佩服，但你已经来到了地狱之门，这座骷髅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。阵势不小啊，让王德信把真金佛交出来。真金佛就在骷髅庙，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从这里带出去了。他们几个已经是霍木头的手下败将，还有什么本事拦住我们？跟他们废什么话，动手就完了。我们才分别半天，敢来跟我抢女人，信不信我捏死你！我已经召集了整个骷髅岛的兵力取你们性命，除了你们眼前的，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骷髅兵在等着你们，就凭你们几个能杀得了多少人啊？我元昊一直以为我愿意为财而死，可是我发现保命更重要，这保命咱别要了。元甲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有发财的机会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走吧。元昊，我不是为了发财，我绝不能让国宝落入洋人手中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亲自送你一程。Oh!
霍元甲，即使你武功再高，也不可能对付这么多人，他们很快就能把你们撕成碎片。谁说只有他们几个人？我们来了。芷兰、大巴脸，你们都来了。还好来得不算太晚。各位小行兄弟，为了天下正道，我们跟着霍师傅跟他们拼了。我们是遵义霍师傅共济会。兄弟们冲啊！好啊好啊，好玩。
是敢死，我马上去勾引其他男人。你别死！左燕儿，以后我就管不了你了，你不许再勾引男人。霍元甲，你杀死了我的父亲，我要你死！霍元甲，现在我的父君已经死了，你们杀了我吧。我虽然不想杀他，可他还是因我而死。我不想再杀人，你带着你相公的尸体离开吧。希望你相公的死能让你改过自新，不要再执迷不悟。
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赶紧把金佛交出来。霍元甲，我费尽心机建立的商业帝国，我都让你给我折腾光了，我下辈子就是做鬼我也要缠着你。我看你还是回头是岸吧。舅舅，杀了他们，我的好外甥，快杀了他们。元甲，他们一个
个擅长左路进攻，一个擅长右路进攻，联合起来很难对付。我们要分散他们，从他们的弱点进攻。冤家，你的霍加米纵拳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Help!